劳动部今天是公布最新的减班休息统计，累计有467家公司实施无薪假，整体受影响人数则有5065人，创今年新高。全国商业总会今天就向政府提出七大的纾困建议，其中餐饮业五月营收衰退80%以上，旅游业更惨，营收下滑95%。受疫情冲击，内需型的餐饮服务业也像重症病患一样急需抢救。全国商业总会表示，100多个会员，约8到9成，从五月中旬以后，营收几乎全面停摆。餐饮业的部分，整个的营收下降大概80%，有放无薪假的状况，那甚至有13%考虑裁员。在旅行业者里面呢，大概下降营收95%，整个的产业纾困没有做好的话，会变成庄业客梦。观光旅游业营收最惨淡，根据商总统计，旅宿业约有50%的业者选择自主停业，约25%的业者实施无薪假，其中以中小型民宿业受冲击的情形最严重。另外，游览车客运出车率也几乎停摆，今年五月份整体营收降幅高达98%。收入几乎归零的情况下，除了要缴的财税以外呢，我们呢还要继续呢缴贷款。那如果这样的政府还是不愿意出来帮忙的话，不是只有单单的倒闭潮，跟7000多台个体户的车主抗衡之量，他们就是进入了死亡自杀潮。劳动部公布最新的减班休息统计，受疫情影响，劳务双方协商减少工时事业单位共467家，整体受影响的人数达5065人，创今年新高。无薪假的总人数以民生工业1055人最多，其次是运输及仓储业836人，以及支援服务业746人。商总提出七大纾困建议，建议政府从宽认定，包括疫苗施打，建议高风险服务业第一线人员也要纳入优先施打对象，以及协助微型企业更快速精准申请纾困，以及各项税负的减免缓征，扩大税务纾困，还有展延旧有纾困的贷款和全面调降公有空间的租金，松绑工时规定等。有时候一天才收入才800块啊，怎么去应付这个租金呢？所以我们建议说，直接补助设摊的这些店家哈，让他们可以发薪资哈，然后可以付租金。商总表示，产业调查报告与纾困建议书已经同步送到各部会，希望未来2天内的施政总质询，政府能够有所回应，并提出对策，帮企业渡过难关。记者黄略、张国良台北报道。